其实这个区挺厉害的，这个其实有点水平的。我昨天打那个这个号的时候，玩了把男刀。用 Q 补刀是吧？没错，他推的话让他推哦，这明显，这明显我可以让他推，我可以让他推进来。纹身特进来干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让他推过来，这远程兵死了到2级，但是我兵太多了，不让打。来医我一下。王磊这还可以啊，这个投射装技能放的蛮准的。这游戏里已经没有新手玩家了，是吧？一 A 一 W， 一刀，哇！哎，玩的可以呀、啊。说实话，这个均衡教派真不算特别菜。他这波资源知道装兵堆里面，他没往后退，往后退他就被我一刀了，挺厉害的。还作数吗？怎么作数？怎么作不作数？你不是抽到号了吗？不是刚才不是抽到你的号了吗？为什么不作数？不是啊。我教你们玩萨拉斯，第一个推荐你们的事情就是不要出其他装备，就出勇装。这不可以打，我怎么感觉打这个血有点卡呀、啊、？AW Q 清兵线再一刀 A 他一下，打个半血，不回家吗？这回头，他应该还会闪的。他应该没 TP 了，应该这波一刀可以杀，有闪都得死。一刀 ，A Q 没 Q 到啊？好吧 ，Q 到的话他闪，我闪现杀了，但是 Q 没中的话，一刀 Q 没中，这木子不够，不走是吧？一闪来 W，A 一刀，来王子 Q 出大招 ，A 他下不急，冷静的 CD， A 叠这木子，大招留住 A， 吸血 A， 再 A。一 A 可以，有点极限是不？我怎么感觉有点卡呀？我的触觉吧，我感觉ping有点高，不知道为啥。36的ping也不高啊。一闪来，右边一道 A Q A A 把这个砸呗，砸不掉耗补血。但他这个晕怎么晕的这么慢呀，晕的好慢。他过来这波可以一闪把他杀了，这波可以一闪一，他过来的话一闪一把他秒了，他不过来，这兵线不用控了，这兵线控兵线他回家了，不用控。他是不是找吃果实去了？这个头我看到往这边走，好像他吃果实去了吗？没去，一二连招可以秒这个位置。一再来左边一二连招，是左边，但是太左了，我这边一的，我一的不是特别好的，太左了。一 W 点燃 ，A Q R 连招直接电死，再一下。是蛮厉害的，这个均衡教派这个区我感觉蛮强的。可能是我的错觉，挑到没关系，伤害不够。 AEAAQ 在 AW， 但是还不够的，算准了，算准了，伤害不够的，不慌。我也感觉蛮强的，这个区
感觉跟我打的那个，这去哪了？哎哎，在这一过来 W A， 大招起手，再放一，解大招，再 Q 上 W， 来来来来来，可以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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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怕。哎呦，大招先躲一下，先躲先躲一下，先上得了一刀 ，A Q A A W， 先把对面伤害最高的杀了。没关系，他们剩下两个人伤害不高，直接上火男，一过来一刀，先放 Q W 直接秒杀。先杀对面伤害最高的话，这波就可以随便打了。再拉四的话，不能想不能打前排，一定要先杀德勒文。虽然说德勒文伤害装备不太好吧，但是塞拉斯他比较怕那种，他那种源源不断的输出，就类似于 ADC 那种源源不断的输出。那种动不动来一下，动不动来一下那种无所谓，因为萨拉斯的吸血也是动不动来一下，动不动来一下。四杠二的小王王，来，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往前走了，哎呦，想送塔吗？啊！我操，还有高手 ，Holy shit！ 他直接送塔了，我没想到。我比较喜欢拉扯，来来，想拿回来双 buff 的吗？我来了，永生命柱先 Q 再一，往后一直接 W 秒杀，哎，没想到吧？有双这装备的话，这是前中期打出优势，前期永双、前中期永双打架很厉害的，永双能帮你减，能帮你。减速禁锢留人，然后一加主创连招的话也可以衔接控制，更好的打伤害，而且后期也不会太，也不会，后期的话也不会比那个爱受者之类的弱，因为永创这个装备的话，我怎么说呢？就他这个装备是减速加控制，你的是其他装备给不了你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永双是不可替代的，他这个软控啊，其他装备替代不了。大招盖住 AW 点，哎，永生命柱 Q 带走，他这个天，他这个装备的带来的减速控制效果，其他装备给不了你。推对半的话太缺蓝了，而且缺 CD， 缺蓝缺 CD， 推对半不好用。给他放 EQ， 不放 EQ 吗？放 Q 了，一上来右边一刀 ，AQ AW 点带走，他看什么？这个预判一就很关键，这个风道的话感觉我运气好重。他们的走位我比较好揣摩，我的一他们都躲不了。我家帽子了，比其他装备好用。一刀，哎，永生命柱 Q A W， 哎，德莱文还在呢。一上来 W A， 一刀，塞拉斯要游走吗？要啊，塞拉斯这是前中期要打架，都打架的，肯定要游走，只是不要太无脑就好了。比较小兵了 ，Q 减速一下，有车兵柱 ，W， 看到没有？一躲 W， 一到 AW 就秒杀。永霜这个装备带来的效果是其他装备替代不了的，所以一刀，哎，没一刀，一结束了，捡斧头，
高手。啊，王位被溜，要被溜狗了，他死了吗？哎，这都打不过吗？啊，拉的不是很扯呀，我队友，拉的不是很扯。走位，这边。哎，看到没有，这个预判拿捏。拿捏。哎，这里有一个，走掉了。看到这个永霜没有？看我永霜，永霜 Q W， 你看永霜在这里好用招的。哈哈，是我脚本呢。没见过世面是吧？没见过世面啊，小门多。似乎你没见过世面，过来直接一压秒了，压零招 A 一到带走闪现拉开 A W 点燃 Q 带走，有时候命中蛮王不急，拉扯一下一到 A W 秒杀，哎呀聪明了，完了，学聪明了，来个高地一 v 五，还挺准的，还不走位吗？有点雨，哎呦，哈哈哈！来 W 吸血，哎，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，拉扯一下，不好打，一刀，哎，这个一怎么空了？吸血 A 一下 ，A 一刀，也是命中 ，Q 带走，来杀走 ，A W 吸血 ，A 拉扯一下，一火男 ，A 一下左位躲个 Q 开大一下，开不开大？我中亚怎么在一过来开中亚，给吸了跑了，这波一的点，这波一的点呗，我在想事情，突然我突然想到点事情，今天感觉有点情绪不是特别好，今天我在想事情，刚才不是有关会被别人一直诟病，我不太理解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这别人一直在诟病这个，说对面菜，说对面太菜了，然后但是别人30分钟可能，哎，反正我不理解，我不懂为什么是这个游戏，这个世界不太明白，哎，没到，我都没亮出来了，亮都没了，麻了，那是我闪，没了，心乱，心乱，一点点呗。